感觉到了，但是他为什么还不出来呢？为什么呀？哎，这画上的鱼啊，他也是要听掌声的嘛。鼓掌。您看，掌声响起，鱼儿就出来了。哎呀，真的，这真是画上那条鱼吗？哎，这鱼没。哎，乖哦，听话。刚才是从这儿出来的，是吧？从哪儿来，咱还回哪儿去走。哇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原视频，画里瞬间变鱼，还可以瞬间变回去。原理很简单，我们看一下下面揭秘的教学。画也是特制的道具，固定的位置可以弹开的。没错，就是这样的。看一下镜头，表演画里取物，得需要双手配合。后面有人这个魔术露馅了，所以说这个魔术不能在围观群众表演，只能在舞台上表演。这个魔术好画，叫舞台魔术。画里取物很简单，画里瞬间变鱼，相信大家都会了。原理很简单，接下来看一下我的魔术啊，一个普通的杯垫，一个喝水的杯子，盖上来，来大家看一下，一瞬间变出来硬币，直接教学也很简单。杯垫里边有个空间啊，这盖可以打开的，把硬币放进来。哎，盖上来是看不到的。表演时往上扬一下，瞬间变绿。嗯，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每天学魔术。